看到我们张县长他的热情，还有他的对我们整个云林县的一个贡献。他不管是把农工商科技，还有最新的一些医疗，全部要引进到我们的云林县。那当然，我们台商总会在亚洲有19个国家的串联，那19个国家里面有25000多家的企业。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能够串联我们所有的商会的成员，能够认识云林，让我们云林更能在亚洲世界，更能受到大家的认同和了解。开心呢，看到我们县长呢，林县长把云林县的投资环境呢亲自来解说给全亚洲的台商啊。那么我们希望经过这一次的接触呢，能够让更多的台商产业呢进驻云林啊，让我们云林呢更快发展起来。云林县哈啊，不缺水，不缺电，也不缺土地，那更不缺人才了哈啊！有机会要回到台湾的话啊，那云林呢，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今天特别来参加呢，最重要要面对所有我们来自全世界大概有19个国家的所有台湾非常卓越的这些企业家来介绍云林县，让大家能够对云林县更加深印象哈。那我们推动了9大产业园区啊，现在也在招商引资当中哈。那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些工业区的设立的进度也跟大家做简略的报告，让大家对云林县能够产生兴趣，进而来云林县投资，也创造我们云林人的机会哦。